今日请坐。啊，大家老早，今日真欢喜，甲大家来探讨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这个问题。啊，首先，我要家己自我介绍，吼、哦，大家看到 PowerPoint 一定会了解我的名，吼、哦，日本名叫做Hiko 啦，Fumi Hiko， 哦，张就是叫叫 Fumi Hiko， 我日本时代生的，所以我去澳洲的时候。人家说你是日本人啊，我那时候不了解这个情形，我说要来犹豫啦，所以去澳洲回来了后说我确实就是日本人啊。我老爸我叫奥多桑，我老母我叫卡佳，所以这哪爱好大家先了解，我出生在大中县，吼、哦、新光乡，伫中部头二十年，佮走来北部头二五六年，拢大学毕业了后，拢伫北部咧工作，了后佮走去国外，十六年他十六年，才佫走来南部，现在住伫台南，吼、哦、所以讲，伫台湾来讲，中北南，吼、哦，拢有住伫这个所在过，若要进一步要更加了解我的少年的都会要上网嘛吼、去 Google 还是 Yahoo 去打张文彦、有的张文彦我猜起的名我一大堆吼、你如果打说张文彦教授就会看到我的照片吼、这样我自我介绍到这里，大家可以上网要去了解我，可以上网去找，有我的学经历，跟我以前做过的事情，这我跟大家报告到这里。我们现在要来进入，首先要跟大家说，咱乃爱去了解这个会计制度。最近的代志，台中市立法委员要阁补选的，咱大家唔知知影无？是安怎要补选？讲严清标。用公款喝花酒啦，直直告告到面顶去，讲判决讲贪污啦，因为用公款去付这个服务费啦，去到这个酒家去喝酒啦，这遐久的代志。迄拢是事后的代志，事后的代志，哪会发生？拢是根据伊的凭证，凭证大家知影嘛吼，都、就是发票啦。发票讲，这都是酒家，哪会来咧报销啦？
哦，爱弄啊，为安尼对出来，所以开销这个发票足重要。啊，那差不多半年外前，大学内底的教授的研究的补助啊。政府有关单位补助的研究费，我讲乌白报啦，啊，欢迎起诉几啊个教授，这是什么原因？这那是甲凭证，这个就是编故。啊，这都不是你爱用的，啊，你来提这个单据来的报销，啊，这就查出来有代志啊。啊，干部来讲安怎？干部来讲，啊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所以讲，咱流氓政府啦，拢是歹的习惯啦，应该。偏误，唔对，犯罪就犯罪。那讲安尼会杀你，那感觉马英九的啊，迄、那个伫市政府啊特资会赶快。所以真济代志啊，大家对会计。诶，这都无了解啊，拢会发生安尼啦。好、哦，这好先好大家知影吼、哦。啊，咱起码啊，要来看吼、哦。啊，当然，咱起码要甲大家讲，起码咱都卫生这个会计制度好了解一下。啊，甲啊政府的会计啊，甲。一般公认的原则、会计政策、甲内部控制，吼、哦，啊，且讲到会计制度内部的重要性，啊，简单甲大家讲一下，啊，咱接过来都转来来讲，因为咱今仔日啊是较早啦，吼，啊，较早，咱所以啊，要予大家先一个有一个了解吼，咱这个实例啦，咱要来提到后边才过来讲。吼，咱这个实例吼，实在的这个例啊，咱要提到后边讲。啊，但是第一个例要予大家知影，加强。那个印象啊，六三三，这个六三三事件，那知影的人举手看卖，六个，所以大家我无啥清楚，这就是什么？无遵守会计啊。制度而发生的啦，处长啊是总领事呢，那有邦交的国家是总领事呢，要派出去外国做总领事，要派出去拢要甲总统翕相，而要总统府翕相了后才派出去呢。所以员工是真大的官员啊，啊伫啊美国啊闹开，安怎闹开？外交部讲，要用啥？啊，外交部讲啊，做啊认罪协商，吼、哦，我们要外交豁免权，
美国讲啊，恁都唔是一个国家，我甲你用爱交货面前，你们是，伊无讲出来讲，你们是啊，我委托你们来管辖台湾呐、啊，伊无安尼讲出来。啊，咱这边外交部甲咱这些人民讲，我们要外交货面前，咱都唔是啊。美国说你是我委托你来管这个所在，你哪有什么外交豁免权？再讲一个例让大家了解。啊，边啊，总统因囝讲，啊，美国哪会我迄两间厝家卖去啊？伊的想法什么？伊讲诶。咱也是一个国家，啊，我伫遮的人民来甲通知啊，啊，你那都甲袂去，美国都甲袂去，是安怎？啊，你是因管辖下的一个老百姓，伊要甲你处理，你是战败国的啊臣民呢？咱迄阵啊，是日本时代的人啊，咱是战败国呢。流亡政府是予美国委托来管咱的呢。啊，流亡政府要来好管讲啊，你们都是我们的同胞啊，台湾光复啦，无这个代志，所以大家观念拢。啊，迄、那个错误啦，安怎错误？佮伊讲，咱是啥？哦，咱回归祖国，哦，咱是中华啊民国的人，哦，咱即马啊回归祖国啊，咱来甲抗议。你是家己无认清楚，讲你是战败国的臣民呢？你要去啊抗议，要去示威，机关枪挂来赶扫，那叫战争法，这是应当的。大家唔在乎这个观念无？咱去思考这个问题。所以阿边啊，陈处长伊讲，安奈美国家袂去，伊都无了解啊，无了解啥？无了解讲。咱现在是美军的做啊，等于咱是啊，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，所占领下委托这个流亡政府来给咱管理，所以美国跟咱讲，现在台湾有两个政府，第一就是。中华民国政府啊，流亡政府，因有管辖权。第二，依照国际法、战争法，啊，甲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啊，咱华丽的政府就是台湾民政府，就是咱，我是一个政府，所以。大家会去看到啊，大家这点都爱大家换到宣传，然后去看到咱的宣传车出去，啊，警察局甲你叫去，啊，问咧，你讲有啥物证件？咱的身份证摕起来看看，你讲啊，好啦，无代志啦，啊，恁好离开啊啦，这大家唔知知影无？知影举手看卖，我安台都唔知。诶，安尼叫余华东诶，是个各地区啊，上头因为警察遐基层诶吼，啊是警察学校才训练出来遐吼，拢搞不清楚啦。伊叫讲啊，我足欢喜诶，哦，啊我都去甲这个。台湾民政府的宣传车给扣下来，啊，我要来开罚金啊！我犯事要他，
罚款哦，有他好康的他奖金他分，吼、哦，按照完也要开罚单，啊，要偷身份证，摕起咱台湾民政府的啊，台湾政府的身份证是美国，甲咱改台湾政府身份证，摕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去登记，欸、啊，有诶就写、哦，写写安怎，因主管来。讲我们里外不是人呐、啊，啊，罚单的事我们处理，啊，你们没有事，你们回去，安尼啦。所以，咱吼、哦、有迄个要做，CD 吼、哦，大概最近发生的伫宜兰做。哦，宜花东州，甲宜花东州的酒店去讨这个 CD 来了解。好、哦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中华民国家己内部啊，拢地层的无爱互知影，顶悬的足清楚，因啊，甲咱老百姓骗，讲要借。啊，就是认罪协商了，啊，无代志，罚金高高的，都好，要好转来。美国甲关两个外国，这个总领事呢，啊，大家看看这个手铐，啊，这个犯人的衫，啊，搁有脚铐呢，啊，这都熟悉的呀，好、哦，这好大家知影啦，好、哦，好大家。了解一下，好、哦、啊，今晚就要甲大家讲，因为一个总领事馆等于办事处，最少那五六个咱台湾派出的这些官员，就是中华民国派出出的，流亡政府派出这些官员。一定有人在管会计的嘛，哦，啊，那在管会计，啊，哪有这个做啥？按照会计的付款的定数，啊，你就叫这个费用来领钱就好啊嘛，你就甲替啊，这个算讲处长就个钱，甲会计提提的，啊，就。去付予伊，这拢是违背了这个啊付款的手续、会计定数啊、出纳的手续，所以真济贪污的这个现象嘛。好、哦、啊，这就是我要甲大家讲，用足清楚的啦。啊，这是我足清楚的，咱会使讲。外交部对外管内部的迄个叫做科学的制度啦，等于零啦，无啦。我那所知呀，真济较非洲诶，南非好啦，南非一个啊，以前一个大使馆诶。专门在办签证的人员，要办签证一定要收签证费啊！啊，签证费的收收咧，伊家己摕到落地啊，无报出去。啊，那到尾啊，调一个时才发现，就讲，哎、欸，那收的钱无登出咧，伊那甲收的钱无合。啊，到尾掉到等下那判刑，这就是讲，这个制度啊，外管的内部啊，的起好一个，拢无咧做啦，唔才发生这个代志。好、哦、啊，这好，大家清楚安尼就好啦吼、哦。啊，咱即马特别来进入叫做第二阶段吼、哦，来咱来进入第二阶段这个。要讲
什么叫做悔改制度啊？好、哦，什么叫做悔改制度？悔改制度啦，是爱照一般悔改公认的原则，甲相关的法律啊来制定一个悔改内部的循环作业。这咱甲讲叫做悔改制度，简单安尼，予大家了解。啊，咱即马一般公认的悔改原则，咱确定啊，再来说明。我即马要讲，就是讲，这拢甲啥法律有关呢？啊，咱哎，马先生哦。马英九以口口声声说依法行政，我会使甲大家讲，他最不守法令的。安怎讲？伊咧做台北市长的时啦，健保会法院的判讲，台北市一定爱赔，伊敢那唔赔啦。这都一个例啊，什么依法行政？搁第二个，顶年啦，那个公务人员、公教人员，讲加薪七月遐，讲加薪3%啦，七月哦，后边预算无，啊无啦。啊，这讲依法啦，悔改制度内底，你要开什么钱，拢事先爱了啊，经过法律的界定，吼、哦，预算有预算法，你爱编预算，编落国会通过，唔才会使发钱；议会通过，唔才会使付钱。唔是啦，伊要安怎就要安怎啦，安尼叫做啥物？讲依法行政啦。好、哦，安尼大家真清楚吼、哦。会计是这个要做主，这个要做咱财务上啊，员工伫咱。政府要运转，足重要一个啊资源，啊加伊个好歹啊，这个控制好歹啦，啊影响伊个迄个施政的品质。好啦，啊咱过来了解，那咱咧讲会计制度啊。依照这个会计法啦，啊，会计制度有包括啊，这个项目，就是讲会计报告、会计科目、会计啊，这个账簿啦，吼，啊，这个要做啊，账簿啦，啊，过来凭证，这个凭证啊，足重要啦，一般叫做原始凭证。哦，啊，严清标，伊去荷花桥等来诶，要报销诶，这个发票啊，根据啦，去发现着讲，啊，这都毋是一般诶饭店，啊，这是酒家，啊，乃去摕酒家诶。发票回来在报，还是单据回来在报，啊，下去查就有问题了嘛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啊，凭证。啊，会计事务处理的成定书啦。哦，这里有一个定书伫咧。哦，啊，这那是商行业的朋友，那有你是商行院毕业的朋友，应该拢会了解。啊，你若毋是商行院的，啊，这个定书要讲啊，我要爱讲几啊点钟吼，啊，咱
咱就是互了解者就好。啊，内部心血啊，这个定数啊，那是爱有啦，袂使讲啊，咧做事的人主管拢无清楚，啊，是讲出力的人，你有一个临时急用的迄个零用金啊，哦，零用的这个啊金啊，你爱支付，咱就爱用这个啊零用金来支付，哦，零用金来这个支付，哦，这個。啊，过来，咱来看。政府会计制度，咱公司家里有公司设置的会计制度，啊，政府，哎呀咩，政府那是爱这个会计制度，较早，讲政府的制度家里啊设定，甲公司无共款，现在啊已经。咱政府那是要跟公司同样啊，咱要去了解说咱的效益安怎，不是说政府啊开不妥的啦，哦，政府在那开要爱谁在那开开不妥的啊，到时只要来啊增加税金就好，我不能这样。所以说现在的政府的会计那要有这个企业的精神，有这个咱个人公司的观念啦，袂使钱就是讲咱啊税入甲税出，税入甲税出啦，啊一定爱平衡啦。啊，若无平衡要安怎？啊，就爱个举债嘛，吼。啊，要爱个借钱嘛？啊，借钱是啥？债留祖孙呐、啊！哦，我讲咱这个债爱留予子孙去还啦。现在啦，马政府执政个天嘛，伊个借钱啦，比阿扁啊做八年，伊个天嘛俩都超过阿扁啊。做八年的执政的情形，所以因在钱后边甲你开，啊，都咱咧讲讲，伊想要走路啊嘛，啊，后边开啊，后边吼有点双涨啦，啊，佮以前咱的佮你啊，变咧执政的时光，油价动涨，有啊无啊？大家真清楚嘛？啊，起码敢有，伊讲依照啊成本啊商业啊迄、那个成本的观念啊，啊油价浮动啦。按来讲起指数啊，啊油价成本起指数啊，伊家己起较济。按来油价跌落来，伊家己跌较少，拢包赢的啦。最近。这两天的报纸，哎，中油讲了钱啦，讲了啊两百几亿，哎，啊，讲即马应该发生三个月奖金啦，所以，哎，那依照这个企业的精神，了钱还要有奖金打领。了钱哪有奖金他呢？所以讲这个制度吼，拢做了无好，吼，这制度拢做了无好。咱主要就是讲政府会计啊，就是要啥物啊？政府会计公司要做啥？做预算，吼啊，要来。控制
各机关的税入甲税出的目的，啊，这拢爱合这个啊规章。啊，咱头拄啊，甲大家讲的，因公务人员因的铁票，啊，都要选举啊，啊，都甲你发声。讲给你加薪啦，等于是在买票啦。啊，实际上，敢法律敢有规定？法律也无规定啊。啊，民进党遐个立法委员，那是同款啊。伊讲啊，阮都人较少，举手举袂赢人。啊，恁大家拢卖去参加，互因规划棚嘛。你不是啊，你咧延长迄个流亡政府的寿命嘛？你若规划旁，咱台湾的人民都卖去投票，互因规划旁，投票率那低于50%以下，咱甲美国讲，即个爱停止选举。这就是秘书长有讲一个例，大家唔知影无？波罗的海三小国的这个例，查美，大家听过啊嘛吼？有清楚无？那清楚的举起手好无？哦，安尼大家无啥清楚，我阁补充一下吼。波罗的海有三个小国，迄阵啊，苏联占领，苏联甲办选举，因遐人民啊，讲恁苏联来占领，你来敢办？阮不爱去投票。讲去投票率才投30%左右尔，啊，所以因算出来，世界无甲承认啦，世界各国无甲承认，因来选举选出来做总统啦。到尾啊，苏联啊无法度讲安尼，无恁去做民政府，照战争法，你占领。一定要成立民政府，啊！民政府成立了后，家己办选举，去投票的啊，90%，选出来的总统，世界拢承认啦。安尼大家唔知清楚无？这就是有一个例嘛。啊，咱哪会使改去同齐？伊个游戏规则，伊就要骗咱遮个啊本土台湾人。咱个身份证，大家提出来看，咱拢是国民呢，国民哪有互你投票个啦？你读册讲，公民才有投票权啊！我拿出来说国民啊，大家提出来看看，恁都一个是公民，身份证你大家拿出来看看，一对一下都是啊，这是属实的啊。啊，在读册跟人讲，大家拿出来看看，你是不是公民？不是啊。你是国民啊，啊，国民不能投票啊，你还去跟他投票？还骗足久啊，吼，骗足久啊，所以大家爱足清楚，啊，足清楚，好，大家我较了解吼。后来，咱过来了解，今嘛要甲大家介绍一般公认的。会计原则，吼、哦，咱
要了解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啊，那商行的学生可能会弄会清楚啦吼。啊，那唔是的吼，予大家有这个印象就好啦。吼，咱即马要来讲企业国体，咱即马企业国体啦，咱啊要来讲的话啊，咱要来讲的话就是讲公司啊。是一个啊，伊个财务甲个人爱分开啦，这叫企业国体啦，就是啊，这个叫做头家啦，甲私啊，虽然伊是头家，但是伊投资伫这个企业的钱啊，爱都爱照企业的规定的制度。来支付啦，安尼唔知大家有清楚无？未使讲安怎，你知哦？未使讲，我私人要用去甲会计讲，啊，我下暗啊都爱用钱啊，我要甲你摕两万块，啊，会计都两万块给伊，安尼爱都去用家己的。请家己的朋友，还是请啊，甲公司无关的业务的代志都去付，安尼是安怎？安尼袂使哩。咱啊，以这个咧，你阿伯你那是做官员的时啊，你都爱去想啊。那唔是公司啊。那不是公司啊，公务车不使用啊，所以有的人当然拢有安排啦。讲以前，那总统要去南部，啊，伊就要去伊的朋友遐，伊就安排一个讲，哦，遐咧。举办什么活动，邀请总统来，哦，啊，这就公司啦，啊，公司会使哩，啊，那是讲，一个要去参加伊个朋友个代志，啊，就即撮费用爱家己开，我。钦佩的美国，现在驻中国大使馆的大使，若家辉，大家唔知知影无？知影亚洲，哦，感谢哈、哦，有人知影，有诶也唔知影。伊讲伊要去。中国报道的时啊，坐飞行机啦，啊，坐飞行机落车了后，搁坐啥？坐消防啦，坐计程车啦，去大使馆报道啦。我感觉足甘心，公司分甲足明的，伊讲啊，阮。公费啊，干那会使坐经济舱啦？哦，迄飞机有商务、头等加经济，起码一个大赛，最起码，那应该得商务舱，吼、哦，应该伊迄个资格有法坐到头等舱。啊，我唔知影讲美国嘅规定，伊讲伊买经济舱啦，哦，啊，这咱就无足深入过去甲了解吼、哦。啊，去到遐落机场讲叫计程车叫过，无通知大使馆派车来甲接，哦，真系是，所以要予大家观念一个讲吼。企业
就是安尼规定啊。国家那是爱有这个，有这个规定啊。国家那是爱有这个规定。好、哦，你是公务人员，最近有这个报道讲啊，刚才你啊，你翻译。为车司机啊，拢比这个、啊委员啊，车较济啦，车较济台啦，所以讲有足无合理的情形吼。后来咱关继续经营，继续经营，这大家话清楚。一个企业，你伫咧创办的时，你若认为讲这个企业安怎，一定会赚钱嘛？你才要去做嘛？你一定要做永久的嘛？你唔是要卖发票的公司？你若是咧卖发票公司吼，啊，都发票清清的，啊，就走啊，拢。拢成立拢啊，半年这间公司就阁关掉，啊，就阁换位，阁半年，阁换位，啊，就国税局要查税，人就走啊，拢无人啊，找无人啊，好后安尼就对了啊。所以讲，咱的企业的经营啊，拢是继续经营的。哦，咱啊，一定是这个现象啦。哦，这应该大家清楚啦吼，这个继续经营。咱若今讲咱接近了后，咱也是继续啊经营的方式。货币啊，货币单位的衡量的这个价值啊，咱现在啦，拢是用新台币，还是美金？你若是外销公司，你会使用美金来做计算。好、哦、啊，咱千万别个甲大家讲一个啊，秘书长后安尼讲，咱后回接近了后，咱要用什么正代票？咱要用正代票啊，正代票啊啊，伊甲咱讲用古代票。换新台票四万换一块嘛，这啊，从我迄个年代都感受到嘛，好、哦、啊，有个人根本无清楚啊，所以咱即马这个心格，咱要正台票，吼、哦，阿伯甲美金的价代要同款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币值吼。无变啦，对绩效积累，哦，为一月初积累啊，一百块，啊，加十二月三日小铺上那是一百块，啊，别使讲诶，依照经济诶观念，一月初一日一百块，加十二月三十一日咧一百块诶价值，无同款。无啦，那小铺一百块就一百块啦。好、哦，依照一百块来去。啊，你迄个做啊，迄、那个购买的这个价值，佮另外是购买的价值，好、哦，这咱无考虑到啦。咱干啦，用计数的单位的是哪，的价值来做。啊，会计期间啊，第。咱现在啊是啊一月初一甲十二月三十一日啦，吼、哦，算一年一年的啊会计的结算的期间是一年为单位啦，吼、哦，拢是十二月三十。啊，咱大家咧想讲，咱会要做啊日本啊天皇迄阵啊。颁布这个诏书，哈，诏啊，这个诏书啊，讲啥？
伊是讲四月七，1945年四月七颁布这个啊诏书，啊颁布下来，荷兰参战前，啊颁布了后，咱就是不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哈、哦。这里也是不可分割的领土啦，所以咱会清楚日本的会计制度是四月七日，甲第二年三月啊三十一日，安尼大家唔知会了解未？吼、哦，这里即天四月七日啊。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讲下，四月七是什么日啦？大家想看麦，讲愚人节啦，这都是啥？你敢能讲啊？四月七颁布的诏书，迄种骗人的啦！伊都设计这个圈套，和你大讲哦，四月七会使讲好笑话啦，迄实在。迄教育吼，我别甲咱教吼，啊实际上，光复节，哪有迄个光复节咧？咱是战败国的臣民，啊，讲我们啊，光复了哦，你们也是战胜国的人民，啊，是同胞，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吼。是不是咱现在才足清楚？安尼，我搁甲大家问一下，咱有光复节啊无啊？一定爱家己无迄个光复节了。咱迄阵啊是日本的诶人民啊，就是天皇的子民呢，诶臣民呢。诶，阿姨来跟接收的时讲安啦，光复啦，什么光复？咱是战败国的人民呢？啊，这敢，伊唔只讲，这是诈骗，大的诈骗集团跟那个金光党，拢敢咱骗。后来，咱过来看。重要性和稳健性，这就是你的判断的事啦，吼。所以我常常讲，你的小，咱的一个公司的小，那和 A 会计师来做，可能赚赚钱赚100万；和 B 这个会计师来做，可能赚的钱赚80万。哎、欸，咱两个无同款，这就是因的专业的判断，伊认为重要性甲稳健性，因来判断，因讲认为安尼做，啊，迄、那个啊，甲讲认为安尼做，伊讲认为安尼做，这应该拢合法的，都、就是伫即个会计制度内专业人员。伊用伊个啊智慧，甲伊个专业个学习，甲经验，伊认为安尼做是正确个。所以真济少啦，拢会安怎会使调整个？诶，国税局。即马通知讲，啊，你爱来补税偌济？啊，即马较民主啊啦，较慢慢啊，我咧重视这个专业。较早无用电脑的时阵啊，国税局啊，迄税务员，迄拖拢开一半呢，有诶。查销一年查落来，拢买一两
建厝呢，迄较早，啊，即嘛无可能啊，安那较无可能，即嘛无可能，就是讲，因为拢少，拢上个电脑去，即嘛伊来查叫你报报销，你认为讲国税局无合理，咱会使请专业的会计师。去甲国税局讲，啊，国税局讲安尼好啦，你小铺啊，你阁提当来改，你去成本阁改哦，好势，你安怎算？阮才阁来甲你查一遍，会使去甲伊讲。啊，你若成本啊做出来，你阁去甲伊讲，起码国税局那也是。了解讲你是专业，啊，会认定。啊，那伫西方啊，人民会计师做出来少，是绝对是正确的，袂甲你胡白讲，啊，调整。但是咱。流亡政府因为较早是官上大啦，无管你啥物啦，官员讲的那唔对，那讲对啦，啊，都伊无咧管理专业，伊认为讲我安尼就是对，所以这个性质落啊，法律的规定伊也唔遵守啊，啊，干那。挂在口上说，刚才挂在口上的公安呢，依法行政，哦。后来咱看来啊，这个还足重要哦，成本加效益的原则。即马做虾米代志，拢爱考量这个问题啦。无论你咧编预算也好，啊，你要做政策也好，啊，要做一点代志，拢爱去分析。啊，爱安那分析，分析讲，啊，这个成本开落去有啥物效益无？啊，若无效益个，啊，卖做，吼、哦。所以台湾现在蚊仔馆足济的，迄阵啊，大家讲哦，迄、那个啊。宋的宋楚瑜啊，何况足好嘞啊！宋省长去甲遐拢去送啥啊？等于是拢咧送啊，卖讲伊个唔是送红包，伊讲啊恁两个你啊，互恁一个活动中心啊，恁啊是这个你，互恁一个活动中心啊，恁就去去，恁就去，唔是干那去尔呢？维护费用，啊，但袂安怎？真济真济代志啦，拢爱考虑甲足清楚，毋是干那去啊，互你去会起，啊，你诶维护，啊，你以后诶经营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都，啊，咱会了解讲，哦，即马去一个活动中心去起来啦。佫说来讲，内底爱请三五个啦，啊，请三五个，政府爱佫请咩？啊，都管理啊，有当时也都安插因遐家己的人啦，啊，拢是安尼讲，人事成本、人事成本爱减低，唔只有提高咱政府的竞争力，唔是啦，即马直直请，直直接啦，啊，佫安怎？家己的代志阁无要做啦。这两天的报纸讲，台北市编哦一外编这个预算啊，讲要请专业的人员啊来做计划来推动啦。那这个问题啊，咱那是。
接到捐款，这应该拢是公务人员已经爱做的代志，未使阁发包。公务人员徛伫边仔看啊，这编一个预算，啊来互交互专业人员，啊来做规划，啊来做管理。安尼，这些公务人员要创啥物？我有这个体验，因为讲啊，咱现在工业工程委员会的审查啊、招标啊、个计划，我那是审查委员啊。啊，前两天啊，我才去台中，啊，搁去嘉义，拢去个。啊，一个水利署啦，啊，一个是嘉义市政府啦，去啊甲审查，啊，那是安怎？那是拢咧，家己无法度规划，啊，就叫一个，吼、哦，啊，伊电脑甲会计制度去维修，一届都爱开啊四五百万，我认为有诶，咱来。那有人员，咱爱用的人，咱薪水甲发较悬，啊，互伊啊去家己去维护，家己去做。那会讲，维护甲一个询问尔四百几万，迄边的预算啊？啊！我甲问讲，啊，恁伫遮做几年啊？伊讲做头都十外年啊啦，啊，十外年啊，啊，搁咧好做维修个预算。我伫迄个审查意见里面，我甲写要降价。你做遐久啊？你若讲今仔日才开始，要互你写程式，要互你写维修，可能爱开遐济钱，迄我唔敢讲。做遐久啊，啊，搁恁这个公司咧做，啊，四百几万，啊，迄拢是老百姓的钱咧。真济代志吼，这个歹的制度拢爱取消啦。好、哦，这甲啊大家报告了解，所以讲成本甲效益啊，会使讲看出来讲一个政府的成果啦。啊，咱这个，前几年，讲游泳池咧起啊，迄呐请专家来去招标，才安尼起起的，讲迄个游泳池讲未受理啊啦，甲世界标准无合啦。啊，大家唔知知影这件代志啊无？所以，迄呐咱这边啊，这官员拢爱安怎？你爱拍下床，所以大家吼拢爱用心吼，啊，我足感谢少年的来参与，恁以后拢是恁的代志，恁爱家己爱思考成本甲效益这个问题。啊，过来。咱行啊，行业就行业吼，各行业的特色啦。有啦，咱有的是做寒天的生意，有的是做热天的生意，所以伊的成本的分摊啊，都无同款。所以有的讲啊，我是啊，迄、那个要做，那讲机啊，迄、那个。咱举较简单诶啦，台东公司伊若在做迄个做冰箱厂，啊，冰箱厂拢是夏天嘛吼，较爱用嘛，哦，按冷气啦，啊，若冬天要啥，伊起码着转啥，电热啊，哦，所以讲啊，有诶做啊电风诶，哦，啊，即卖啊寒天。就来做电热，安尼，所以讲，伊这行业，这大家都无同款吼。
所以我伊爱无共款的，会做会计制度。咱即摆过来看，现金收入的基础啦，即现在几乎无咧用啊。但是有的人啊，要骗唔知影会计制度的人，伊用现金啊收付来做绩效的根据。哦，啊，即摆看伊有利的。啊，伊就用这个制度来做，看不利的，啊，伊就用啊第十这个前者发生基础来做，哎、欸，伊、啊、做出来表送乎你，你也无甲问，这两个基础拢会使用啦。但是现在那是公司啊，慢慢啊，咱啊政府机关那。这个制度是现在就是一般的做医生馆，吼、哦，卡迄个诊所啦，即马诊所去讲啊，你啊挂号费啊100块，哦啊你个啊，甲你收一个，啊伊就用这个啊，无咧做小铺的啊收来，啊今日收偌济，啊提出偌济，人送药啊来啊加付偌济，安尼这都是现金的啦。啊，过来，这就是环节发生，环节发生哦，现在拢是环节发生啊。环节发生，我甲简单的介绍讲，今年的收入爱做今年的少啦。啊，那今年的收入收来啊，是明年的收入啊，这条少啊，爱做明年的收入啊。啊，今年是收到钱无唔对，啊，实际上要做利益啊，爱摕到明年来做啦，所以叫做环节。伫迄个时段发生的，都爱迄个时段来享有，吼、哦，来享有，啊，甲来做支出，这都是啊环节的。哦，啊，这十个啊。咱来讲是会计制度啦，啊，会计政策搁较，咱啊今仔讲要办，要啊西丽大桥，咱迄阵啊都无钱啊，哦，政府无钱，讲安尼好，咱甲沙特阿拉伯来借钱，啊来起这个西丽大桥，啊西丽大桥甲起，啊再来收路费，啊这就是安怎，第一条。收钱的啦，哦，一面讲哦，安尼足好嘞啊！路桥甲创较大，啊，就他收钱。哦，安尼永和甲台北市都啊过桥，后、哦、来永和遐创一条来收钱的政府，实际上啦，咱咧想啊。政府一定要给人民服务，欸，啊，我交税，我要为遐过，啊，就要给你付钱哦。那甲迄个做山贼的讲，欸，伊要抢人讲，欸，这条是我开的路，啊，你要过，我要收钱。无山贼咧讲话拢是安尼讲嘛，吼、哦，三杰吼，嘿、哦、啊，伫中国拢安尼，所以讲，这就是。要讲吼，这就是讲会计政策啦。咱现在无钱，这必须爱做。我要甲大家讲，现在台南市政府啊，赖清德啊，我感觉甘心啦，安怎甘心？伊讲台南咧淹水啊，中央无拨经费来，我。先借钱啊，甲银行借钱，台南政府保证钱借出来，迄、那个淹水的所在工程先做，啊，真正的呢，我去你高速公路上底下好，迄、那个淹水的所在，起码你有迄、那个怎啊挖迄那你挖河然后。底下咧
来进行。哦，这我是讲，这就是回馈政策啦。无钱啊，无钱要安怎？啊，就用回馈政策，先创基金啦，好啦，啊，创借钱方式啦，好啦。哦，啊，即卖来讲内部控制啊，啊，因时间的关系吼，内部控制上重要啊，就是管理的过程啦。来，诶，这个要控制，就是一个管理的过程。啊，好，要好，即个主管啊来核准。啊，要主要是要创什么？要讲来确保吼、哦、这个目标的达成啦。啊，可靠的财务的报道，甲有效的效果的经营，啊，甲相关的法律拢爱去遵守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内部控制。啊，内部控制重要性最重要是啥？啊，来封闭这个财务的舞弊，哦，财务舞弊啦吼，财务的舞弊，啊，甲侵占这个资产，啊，这足严重的呢，这若做无好吼，啊，实在，吼、哦，会损失足济的。哦，这就是讲，所以讲内部控制甲会计制度啊，拢爱哦相辅相成。哦，会计制度是一个理想的目标，啊，内部控制是一个监督的过程。哦，这个啊，这个就是啊，甲大家讲，咱上重要啊。那会计制度健全，内部控制做好，要舞弊的机会就较少，吼、哦、贪污的机会就较少。啊，咱即马过来啊，过来转来，咱头拄啊遐个实例啊，咱阁转来吼、哦，要来看这个实例啦。啊，看一个实例啦，啊，要甲大家讲，无遵守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的实例，这是啊，2012年啊，2012年4月17日啊，这个报道，教育部的雇员啊，侵占这个叫做。重点科技基金啊，2600万，啊，这是安怎？一个雇员唔是正式的，啊，侵占，啊，这就是干那兑回偌济？37000块兑回尔，啊，这就是啥？啊，你看教育部哦，伊。即马才来建立这个相关的制度，避免这个情形发生。啊，这个管理的人爱处分啊，面一定爱处分嘛。啊，你看一个雇员贪遐侪钱，这损失啊，这乃是安尼，吼、哦，红十字会啊，总会甲分会咧去照顾。啊，这拢是啥？人的。善款呢？啊，这诶，日本人来咱家讲感谢咱啊，煮拉面甲倒碗粥。诶，啊，咱诶，迄、那个红十字会啊，迄、那个时阵啊，伫迄个时阵啊，伊敢完成1%啊，咱还有要未执行诶，有65.7%。啊，这钱拢。漏掉了呀，也无得用啊！这是违背咱啊，迄、那个会计啊制度内部控制。这主计长呢，伊这会计诶，我是算专家的咧。伊讲啊，开吼、哦、马政府对媒体诶注入性的行销啦，主计长啦。开后门呐、啊，吼、哦、啊！六月定了这个啊豁免条款啊，这就是啊
违，拢是违法啦。因讲的，伊拢因家己的人嘛，无法度。啊，我看时间的问题啊，咱报告吼，甲大家探讨较遮，安尼，感谢大家，多谢。请起立。今日休困十分钟。